好莱坞消息报道，演员艾伦·特雷特悲惨事件，非常卧底红磨坊，透露自己确诊感染新冠肺炎，表示自从3月12日百老汇剧目停工，目前在自我隔离中，如今我感觉好多了，很幸运，症状很轻微，像感冒，不发热，还有失去味觉和嗅觉的情况，而很多人的症状要严重的多，因为这种病毒非常危险。特维特称是上周一做了测试，如今刚刚收到阳性结果，而早在检测前他就很严肃对待此事。他说，我希望每个人都明白，这可能影响到每一个人，即使你没有觉得不舒服或者出现强烈症状，请务必谨慎，保持平安健康，我希望能很快在剧院见到每一个人。此外，他还乐观分享了一张自己的狗 Miles 的照片，表示狗狗现在很享受在家中与人类待在一起的时光。据悉，特维特早期主要活跃在舞台剧剧场，他在百老汇曾演了多部热门音乐剧，包括《发胶明星梦》《Hey Pray》《魔法坏女巫》《Wicked》等。对于特维特感染了新型冠状肺炎，粉丝们寄予他能够在家好好隔离治疗，早日战胜病毒，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音乐剧作品。不少网友看到这也是十分揪心，好莱坞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大牌明星感染，但愿疫情在国外能够早日平息解除。